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富翁摇钱树，赚钱真快速。首先先感谢大家，我们的会场座无虚席，圆满成功，感谢大家。我想今天你看到大盘指数今天继续涨，大盘下跌26点，是不是都是我在昨天会场上所告诉你的？我讲什么？今天一开盘会先压回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先压回再说？所以你看到现货一开盘，哇，跌80几点。我在会场上，我是告诉你，就算今天跌，我的操作还是属于压回做多。投资朋友，今天你是否去做放空？我在昨天已经这么讲，会场上跟你讲的很清楚，就是要做多，就是要做多。所以说，今天看到大盘高点来到8063，从低点7663，这四天又涨了400点，你该没错。如果你目前是手中持有空单的，你要去想，你要怎么办？如果万一这个空单你一路被嘎，大盘一路涨，涨到你最后你受不了的时候，等你的空单停损时，那就是我们多单开始反多为空的时候，你又错过机会了。所以不要把你的错单形成你明天的负担。投资朋友，在昨天礼拜五我们怎么讲？我们是刚才告诉过你，这是我们同仁稿提到的，美股提防尾盘压回，结果美股跌了114点，对不对？上个礼拜五台股拉尾盘，我怎么讲？我说美国会跌，好，果然如我说的，在会场上我给会员的传真稿也怎么讲？今天开盘会先跌再说，结果跌88点，盘中会有拉抬，盘中拉了多少？89点，尾盘变动大，结果尾盘下杀26点。我说什么？市场越怕就越涨，越涨就越好赚。这是我礼拜五给会员的传真稿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不管你是新进的，在会场上加入跟着我们同步的，你去看我传真稿是不是这样写，没有错吧？会场上所讲的，会员所收到的传真稿全部一模一样，白纸黑字。早上你看到下跌88点，要怕吗？还是今天早上你看到跌88点的时候去做放空？投资朋友，如果今天你做放空，你就空这个地方，一路被嘎，那不是输得很冤枉吗？还好你有来会场。你如果是做空的，你有来会场，你听到欧老师告诉你说，我还是做多，就算你今天你没有做到多单，至少你不会因为今天看到开盘跌88点，然后很高兴，想说嗨呀，这个以后啊。半空一空，结果往上拉，拉了89点。投资朋友，所有昨天是不是告诉过你？昨天告诉我讲清楚，开盘先跌再说，盘中会有拉抬，最后尾盘变动大，跌26点，下跌带下影线，完全命中。所以你说来会场，观战的讯息能够让你不犯错，我想这就值回票价。更何况是我有教你紫微战法，有吧？你已经学到了。所以从十字星里面，你可以知道什么事情，知道很多的秘密。投资朋友，像台子鞋帽，为什么这一波会涨？看到没？南方三星，南方三星，那么你就知道我到底讲什么了。所以你看人家怎么做的。今天早上我们可以换到 call 讯，今天果然开盘先跌再说，我们的策略上是持续做多不变。这档股票涨停板，另外这两档是创新高的，恭喜会员。哪些股票？现在我还不能跟你讲，等到我卖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讲说我到底做什么股票，好不好？先让我保留起来，因为会员的权利。投资朋友，涨停板，恭喜，两档又创高。所以你说行情，行情接下来怎么看？投资朋友，为什么大盘今天会逆势比雅股强？你看到今天的陆股是下跌的，
韩股也比较弱，只有日本比较强。那为什么台股今天比较强？投资朋友，为什么？第一个理由，我们看到什么？这是6月25号，大盘这一波四天涨了400点，量没有出来，对不对？量都没有出来，表示什么？表示散户还不敢买，融资跟融券，融资融券，融资一路在减，散户在卖，因为散户吓到了，一天好都大涨，而过去一段时间里面一波到底跌了446点，贯破前面低点，大多数的散户的想法是这样子，刚开始一路压回的时候是接的，有没有？说啊，涨那么多了。好不容易压回来，赶快买，结果一买之后奇怪，年线、月线、季线、半年线全部都贯破，甚至于7688都破了，开始担心。好，结果一反弹，赶快卖，融资在卖，融券在增，开始放空，结果你一空是一路空一路空一路被嘎，四天涨了400点，亲爱投资朋友。你为什么会空在下面呢？你为什么空在下面呢？你都没有看我的节目。如果你有看我节目，你就不会犯这个错误。之前我告诉你一路放空，一路放空，一路放空，你都不敢。我是一路追空到贯破7688，告诉全市场说我们开始反手做多。投资朋友，我想我们在当时的这个地方，6月25号。来到7663的时候，我有告诉电视观众、全国的观众，我们空军完美达阵，画下句点。我们有 VCR 为证，我们绝对不会说大盘涨上去之后还告诉你说我们翻多了，不是。我们在市场最恐慌的时候，翁老师怎么样告诉你，我们开始全面翻多，我们有 VCR 为证，看一下有没有 VCR。等到今天贯破低点之后，我想我不用跟你讲，我再不用跟你讲说什么看空了，不用，我不用再讲了。现在我不用讲空，你自然而然你就想做空，对吧？你现在想的是什么？老师啊，反弹我要空，反弹我要空。投资朋友，人家是已经空到已经爽歪歪了，今天利用急杀的时候，空军全面达阵，画下句点。你现在才开始说，老师啊，我要放空，我要放空，人家是空军全面达阵，画下句点。你把我所说给记起来，你把我所说给记起来，你有记下笔记，你有照着做，你就不会犯错。如果你真的是左耳进右耳出，听听就好，你被割了400点。我是全力做多，你是放空被嘎。投资朋友，如果再拖，你会输得更惨。我想只有我可以帮你。谁在市场上最高点的时候放空，谁在市场上最低点的时候做多，如果我都没有办法帮你，你也不用寄望别人能够帮你。你只有一条路，投资朋友，你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来找我。你如果在会场，你错过了，或是你住在中南部的，因为太远了，你时间有限，或是时间刚好挤不出来，你错过的，今天我们再特别仅此一天，会场惊喜，错过今天，抱歉就没有了。全市场最准的人，你都不跟，那么请问你要赚什么钱？投资朋友，我想在你看到四天大涨400点。6月25号，当时跌了重挫，杀到7663，为什么你会放空？投资朋友，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会放空，因为当时你看到什么？外资大卖，大卖超，还有外资期货空单有16000口，你看到大陆钱荒，以及看到美国 Q2 退场，然后恐慌性指数急速飙高，这是你当下的感觉。会造成你在空点，空在低点，在嘎的过程里面，你认为应该要回了，应该要回了，结果呢一路往上嘎，一路往上嘎。那今天这样子，投资朋友，
你难道不害怕吗？你如果再继续拖，再继续拖，越拖你只会输越多而已。为什么今天压回的时候，投资朋友，为什么今天压回不升？为什么？理由在哪里？一开始第一个，我跟你讲过了嘛，轧空的效应，我们把它放近一点，对，放近一点，对，轧空。第二个是什么？五分钟线打回原形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上个礼拜尾盘是急拉，急拉之后一开盘开低，测当时的这个急拉的这个原点，测原点之后再往上拉。好，今天虽然跌了26点，但昨天上个礼拜的尾盘是急拉白点，所以今天其实应该是涨了白点感觉，因为他把你尾盘的那个座价，今天是利用整个盘中5个小时的时间把它拉上去，所以投资朋友，你的空单如果继续看的话，你会看到什么事情？目前大盘的切线都已经突破了，看到没？大盘切线突破，有没有？高点、高点、高点的切线突破了。好，切线突破表示什么意思？你如果还不知道，那么我也没办法救你。你如果继续再看，你就继续被嘎，你再多，你再拖，你会输得更惨。因为你接下来你会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这个缺口，因为你说老师啊，空方缺口，你会等到你的空方缺口一旦回补之后，想说啊嗨呀，贵州海钓料啊，等到你真的心灰意冷的时候，那搞不好就是个高点啊。如果那个地方我开始放空，但您停损的话，你怎么办？所以你要跟上我们脚步，什么时候该空，什么时候不该空，你一定要跟上脚步。杂牌空军不补，大盘涨势不止，你要跟的是个真正的金牌空军，而不是杂牌空军。你自己乱做，你自己被空到，你自己乱空，自己被嘎到，怪谁？投资朋友，我已经跟你讲过啦，你为什么要用指标？一般的指标是，你看嘛，上个6月25号，大盘灌破前面低点，哇，就 combo 哎，你现在才开始看空，你看空人家怎么做？人家是反而开始反手做多，涨了这一段4天400点。目前你现在看到什么事情？汉维科，投资朋友，我先点给你看这张股票。汉维科为什么看汉维科？汉维科是上个礼拜除权息，什么时候是除权息？6月27号除权息，好，除权息之后已经填息了，看到没？填息了哦。接下来7月份开始进入除权息大戏，这个戏码开始上演。我们看到第一档的汉维科填权息，这表示说你所想的事情，什么弃权啊、卖压等等之类的，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。就如同你之前认为说啊，大盘应该要死了。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做放空，你现在被嘎到了，你现在不处理，一厢情愿，心怀侥幸说啊，应该再等一下好了。等到你真的受不了的时候，你空单停损，人家多单卖出，反而反手放空，那你不是又永无翻身之地吗？你过去这一波人家在做空，你在做多，你错过一次，这一波的反弹。人家做多你做空，你又再错一遍，一错再错，你第三次如果继续再错，你就一次毕业了。不要说市场不好做，人家的人跟你讲的非常的清楚，你为什么不听？投资朋友，大盘这一波会涨到哪里去？会涨到你空单停损的时候。你看到目前大盘在哪里？在这个区间。这个区间是反弹的 0.382 在7959，还有这个 0.5 在8050这个区间。好，目前都在这个区间，对不对？正区间正正正正正。好，这个区间正正正正正，你还没有感觉，等到你看到开始填补这个缺口的时候，来到 0.618 的814的时候，如果你在这边做停损，万一这个地方是高点，再开始往下杀的时候，
你赔多少钱了，不要让你的错单成为你的负担。你如果错了，错就错，再赚回来就有。如果你一次全输光，你就永无翻身之地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现在想办法是保留你的银弹，保留你的实力，你跟着做，透过后面的操作，把你前面过去所做错的给它赚回来。我想这是你现在应该要做的。投资朋友，目前我们现在看到什么事情？大盘的量都还是一直萎缩，有没有？大盘萎缩的量表示什么意思？目前的空单还在撑，目前的空手还在观望，也就是说这一波它会继续涨到你的空单下到了，空单翻多，多单继续加码，空手者进来的时候爆出大量，融资大增，那就是高点。你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才要开始做吗？投资朋友，你要到这个地方才开始空单停损吗？不要让你的错单，别让今天的错单成为你明天的负担。这一波我们全力做多，你是放空被嘎，你再拖你会输得更惨。只有我可以帮助你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操作股票你一定要拿出你的霸气。你如果只是想要赚三十点、几十点的，那个我们也可以。重点是我要让你赚一个翻倍的机会。投资朋友，有句话这么讲：敢为天下先者王，敢造天下反者霸。想成为霸王的，你就必须有这个霸气。为什么我们之前是一路放空，全力放空，拿出你的杀亏，救小爱后一路放空，要补的时候全力翻多，全力做多，救小后全力翻多。所以如果你继续看，继续看的话，没有人能够帮你，只有我可以帮助你。所以你现在利用今天的机会，我们今天感谢会场圆满成功，座无虚席，会场惊喜专案仅此一天，好，利用广告的时候把握一下，待会再回来。预防 H7N9 流感，请选购合格卫生禽肉。生熟时寄菌应分开使用，避免交互感染。鸡、鸭、鹅肉及蛋类要完全煮熟才可食用。家禽若受病毒感染，宰杀、去毛、贩售的人都可能被感染。请勿违法屠宰、贩售活禽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关心您。成通投顾就像以推术用术全理电器审视观行度时，翁老师独创遂行 K 线预测学，融合西方财务工程的遂行几何及东方百年秘传的 K 线战法，让您提前预测明天，善用转折，看准一日行情受用无尽，看准三日行情布甲天下。02-2752-5868，成通投顾值得托付。股市投资，谁可以让您利空频传时总是动如机先，利多出尽时总是高档获利？成通投顾是一家具有证券及期货双证照的投顾公司，拥有最专业的分析师群，最资深的研究团队。无论您是想要投资股票或期货，将不用在股市中单打独斗，成通投顾带领您比别人早一步迈向财富人生。成通投顾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爸爸，欧派清理窗，专利复合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清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白用。最气听，先用气听五分钟。大
盘这一波会涨到哪里？会涨到你的空单停损的时候。所以投资朋友，不要再拖了，你越拖只是会让你的空单越输越多而已。你要跟上脚步，拿出你的霸气，杀亏救小亚后。错的时候不要怕错，认错重新改过就好。如果你继续拖继续拖的话，那只会让你的负担加重而已。我想全市场谁在高点告诉你放空，谁在低点告诉你全面做多的。所以投资朋友，你这一波你的放空被嘎，你再拖是不会解决问题的，只有我可以帮你拿出你的霸气。股票我是告诉你，打破窘与闷要换一手好牌。我想换股票，换股票确实像心在割肉一样一疼，但是如果你不换，投资朋友你就没办法把你过去的错误给改过来。我们操作股票的逻辑是这样子，持股五档以内，多空双向，颜色停损跟停利，这是我们带会员做的股票，今天攻上涨停，恭喜，还没发动，今天涨停板只是刚开始而已。股票开盘平盘附近，中场急拉涨停，涨。我想为什么跟你讲说要换股票，换股票，投资朋友，如果你的股票不换，万一你买的是这种股票，宏达电今天跌了半根，一样是涨停板，一样是跌半根，在同个时间之下，投资朋友你看到没？十点多的时候，大盘涨停板才13家而已。这一家是属于13家里面其中一家就涨停板的。选股，选股真的很重要。我们不会去带你去买宏达电，我们带你买什么？买像这种股票，今天要先拉涨停板。投资朋友，不要说老师啊，宏达电跌那么多了，还会再跌吗？你如果抱持这个心存侥幸，万一再赔的话怎么办？投资朋友，你是去空中股票？彩金为什么你空它？之前6月25号灌破前面低点，一路下杀收空，好了，去放空。你当你一放空之后，马上被嘎，被嘎27%。投资朋友，这不是很冤枉吗？100万现赔17万。我说要空才能够空，我们现在空它都已经补了，你为什么要做空？就跟群创一样嘛。6月25号看到什么？哇，好弱势啊！外资一路卖，好，开始空，等你一空，结果被嘎，嘎了9%。投资朋友，100万4天之内赔了9万块，这我们早就补了，有没有？群创3481的群创，我们早就补了。为什么你会去空到群创的股票？投资朋友，你如果看我们的节目，你就不去空中股票嘛？我是告诉你要补了，有没有？之前你还在做空。在赚钱的时候，你在那边等，等到你们空单回补，你开始放空群创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友达也是啊，之前叫你空你不空，等到你看到哇，老师啊，灌破前面低点，灌破很多低点，好，开始放空，你一空马上被嘎，被嘎13%，100万输了13万，4天时间而已。之前我们跟你讲说要补要补，你为什么不补？我讲你都没在听，投资朋友。友达今天继续涨，看到没？友达今天继续涨。我想你可能去空弱势股，但你有可能去空强势股，例如像什么股票？华宝，6月25号先拉涨停板，拉涨停板之后去空，投资朋友，今天继续涨，你被嘎到怎么办？还有像大力光，是不是告诉你要补了？你不补，马上被嘎。大力光什么时候可以空？我会带你空。你如果空在低点，到现在。你赔了70块，一张赔了7万块，你省这个钱为什么？你干嘛省这种钱？大力光要空，我会带你空；如果不能够空，我就叫我会员不要空。光一张大力光，让你少赔这些钱，就值回票价了嘛。投资朋友，细评也是啊，你有上过我们课，你就知道，像这种股票就绝对不能空的嘛。所以投资朋友，不要乱空，要空。跟着我们脚步走，别让你今天的错单成为你明天的负担。我全力做多时，你放空被嘎；你如果继续拖，那么你会输得更惨。因为大盘的这一波
它会涨到你的空单停损点。那这个点位到底在哪里？你一定要跟上我们脚步。如果可以做多，我会带我的会员继续做多；如果行情到了时候多头力竭时，我必带我的会员做放空。但你必须要跟上我脚步。我想只有我可以帮助你。会场圆满成功。如果你错过了，仅此一天会场惊喜，请你务必把握今天。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，请你务必把握。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相传的鸟语花香，原力和平2948-3988，原力和平。诚通投顾就像以推术又术全理变气审视观行度时，翁老师独创遂行 K 线预测学，融合西方财务工程的遂行几何及东方百年秘传的 K 线战法，让您提前预测明天，善用转折。看准一日行情，受用无尽；看准三日行情，富甲天下。02-2752-5868，诚通投顾，值得托付。股市投资，谁可以让您利空频传时总是动如机先，利多出尽时总是高档获利？诚通投顾是一家具有证券及期货双证照的投顾公司，拥有最专业的分析师群，最资深的研究团队。无论您是想要投资股票或期货，将不用在股市中单打独斗。诚通投顾带领您比别人早一步迈向财富人生。诚通投顾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。师父，这次取经不知道会遇